只要尼罗河还在流动，太阳仍在照耀，我对他的执着就永远不会消失。艾薇因为黄金蛇星镯穿越到了古埃及，并与埃及最伟大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相爱，三次穿越到他身边，跨越三千年的时光，迫使他们相爱又分离。在薇消失的五年里，法老王修了众多宫殿建筑，就为了几千年后能让世人看到他与薇的爱情。很难想象，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，他却愿意把薇的石像修得和他一样高。